怎么在这儿啊？昨天他在我那儿喝酒了，不放心给他代驾，我就把他送回来。有空啊，我要好好会会安心这个姑娘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能把这个臭石头给秒成渣？这就是故事的女主角啊！哎呦，长得挺漂亮的嘛。旁边这个呢，挺帅的，新欢啊。他这一走了之啊，我要是这姑娘，我也找新欢。你哪只眼睛看他帅了？挺阳光的呀，总比某些石头强。女孩就喜欢这一款。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等着我留你吃饭啊。我一会儿就走，免得你在我菜里下毒。去把那个人的来历给我查清楚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